是 Dana， 我是 Yuna。 我们今天呢又要来做捷运特辑啦。今天就选在双连站，就综合了自己吃过没有推荐，还有自己想吃网络上感觉很好吃的，对，就在今天全部拍给你看。 OK， 那我们赶快去吧， Go Go， 去吧去吧。你不喜欢香菜啊什么的都可以跟老板娘说，然后他在7点开始卖，然后大概到11点就会卖完，所以想吃的人一定要早一点来。觉得好吃吗？超好吃，因为它那个口感很丰富，因为它里面料超多，它的菜都很脆，咬起来就很有层次。花生粉不会抢过整个润饼的味道，整体吃起来就是很舒口，不会油腻，对，也不会过咸，对对对，很清爽的口感，很适合早餐吃。真的每一口都是蛤蜊，蛤蜊真的是天然的味素，哎，它就是整碗的那蛤蜊味超级鲜甜的，而且它这碗里面料除了蛤蜊超多之外，还有虾子跟鲍鱼片，整个料满满，充满海鲜味。咖喱咖喱，那咖喱咖喱呢，它是很适合姐妹其实是下午茶或者是去办公的咖啡厅，而且它低消走一杯饮料而已。对，那它餐点的部分呢是每天都会有点不太一样，有咸食跟甜食。那咸食的部分我们今天点的是打抛猪，然后呢甜食的部分我们点的是提拉米苏，它是带有一点点酒味的。如果你在双连站跟朋友约喝下午茶，不知道约哪里的话呢，就可以约在咖喱咖喱哦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呢双连站的美食介绍就先到这边啦。如果你们喜欢捷运系列的影片的话呢，